今天的股市已经，今天是 Christmas Eve 圣诞节前一天，今天早关市，那么看一下我们的 portfolio 情况怎么样呢？我们看一下，这个的话呢，今天不错哈，又是不错啊，你看这是5.64，然后现在是，增长了一共从一开始到现在是231% 了。我们今天这个的话呢，逮住了哈。这个如果是用这个自动系统的话呢，这也可以 catch。这个的话呢，稍微的降了一点点，所以今天这个是绝大多数都是涨的啊。然后我们看一下。下一个，bottom up，这个是一开始特别不好的股票，我们看呢，今天也不错哈，还是在继续的涨。我们看到的话呢，这个的话，这只股票，然后这个都是在涨哈，今天涨了这个，这是这个。快哈，这是649% 了。然后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 new IPO 哈，这个的话我们就捞着一条大鱼啊，这个鱼很大，涨了40多个%。OK，咱们就这个也在涨哈。OK，那我们看一下下边啊，这个的话不错，我们这条大鱼的话，如果是用这个自动系统也能开上啊，这是最大的一条鱼，18%，然后今天涨了4%啊，IPO。这涨3.2%，最大的是这个哈，这个自从我们选定以后，已经涨了40个%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啊，这涨1.88，总共涨了平均涨了1.88哈，然后基本上来讲呢。这个还可以，这个的话呢，自从调整以后的话呢，是涨了4个%。看这个的话呢，这个是。这个是自从我们调整以后涨了21个%，这个总是也在涨哈，对，这都在涨，今天的话都在涨哈，对，这个的话涨了2000多啊。今天涨了2000多，还不错啊。对，这就36个%。这涨了200多，今天涨了200多啊。今天涨了600多。那这个累计这个的话，自从我们它已经涨了这个33个%了。对，这个涨了10000多啊，相当于涨了15个%。
看一下这个啊，这个也涨了4000多啊。OK，那我们再看最后一组。哇，这个也不错啊，对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观察到这里。这个呢是331，看一下涨了没对，331，这就涨了49。所以我们看呢，这个是涨了17%，这涨了24%，这涨了5%，这涨了3%，1%，3%，1%，6%，1%，10%，4%，6%。